那你自己把东西拿起来，够不？这名黑衣男子在航警监视下，手往裤管里面伸，左掏右掏，拿出一包又一包的白色物体，居然通通是毒品。原来他用黑色胶带紧贴大腿两边，都绑上安非他命。在高雄小港机场过安检时搜身被抓包，居然是想当空中飞人，从高雄运毒到澎湖，趁花火节赚暴利。那你自己把东西拿起来，够不？一腿一大包，总共261.3公克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还是集团式犯案，有三名共犯。主嫌看同伴被抓，居然还不死心，又在随身行李放香烟和藏毒。77.06公克安非他命在安检被拦截。你等下过关查掉，把包拢给撇开。我们背包给你打开了啦。无涉及制造、运输、贩卖第二级毒品者，最高得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。毒贩脑筋动到花火节，还好在机场就被逮到，安非他命绑大腿上，以为能瞒天过海，这下可是踢到铁板。记者高雄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